的爸爸，阿奇的爸爸啊，知道，喜爸，喜爸，喜爸，你都会新驾照神域领突袭，玩游戏误报出口，喜爸，啊，你好，谁哦？沈玉玲日前突袭韩国啦啦队女神李多惠的家，还一起玩游戏考验多惠的中文实力。限时动态我们会叫做限动，怎么变两个字啊？就像你叫李多惠，那为什么我会叫你宝贝？那就是可以没有这么宝贝。情绪勒索，简单的说法应该是哪两个字？把它圈起来。情什么呢？到底有没有答对呢？三二一。情勒，情勒，来再来一题，好，来阿西的爸爸，阿西的爸爸啊，知道，来怎么样？阿爸，我跟你讲也不是不对，但是阿爸就是台语的爸爸，但是呢，他就不是阿西的爸爸。啊、所以应该怎么样？洗吧，洗吧，洗吧！好，第二个测验空耳。譬如说，我说你是一包药，一包药指的是什么？漂亮。二麦也有，二麦也有，二麦也有，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来下一题哦。到南部弄假牙，多念几次你就会知道了。桃南部。哎。弄假牙，弄假，哎，弄弄假牙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坏女生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三二一，哦，弄那不弄假牙，哎呀，弄那不弄假牙。沈玉玲最后也不忘请多惠放送女友视角的福利。再来一次韩文版的 ，Ready Action！ 하보고싶었어오랜만이지不知道。OK， 因为我们混了好久都没男朋友。